哎，真感谢吼、哦，咱这些好友牺牲中午时间，尤其咱北美吼、哦，起码也是三更半暝嘛吼，三更半暝，咱高一人就是安尼吼，无眠无日，但是为了咱高一医学大学将来的发展，啊，要过去的一寡哎不理想哦，啊，大家今仔一个记者会，直接来共同来研讨吼、哦，啊，起码是讲。咱过去，几十年来，咱知影，咱高一本来是唔是讲单价因所管管的吼？因为我想，这真理越变越清啦，啊，所以即几年来，大家拢了解，我们今天高一所在的地方，较早虽然有一个出一个名，讲伊乐圈，其实。大家拢知影，是电容的地嘛吼。啊，至于其他有一些金钱的乐捐，我想大概单价也找不出他们有捐款的证据啦。所以今天高一会来到这个地步，我想也是咱高一所有毕业的学生，咱这好友，包括在校这医师，大家这各科室的咱这职员吼，共同奋斗拍拼，今仔才有这个成就。啊，所以咱这个高一即摆都啊一直在扩展吼。我是讲，伫咱校友关心咱高一的发展，我会记得伫民国56年吼，阮考大学的时阵，是希望讲，吼、哦，大家拢升第一志愿台大。第二种高一，啊，若北部的就填北一嘛。但今天沦落到即马，我问起来，好像要填咱高一的，大概兴趣缺缺啦。尤其啊，医师世家的吼、哦，要叫伊主题填咱高一哦。啊，你高一老代志，老干了，你当初也无咧进步啊。所以这个事情，以阮身为好友的立场，感觉足见效吼。咱也希望母校会当一直发展，吼、哦，一直进步。但是咱今仔，咱的董事会过去的作风，要予咱学校的发展有数字受限啦。所以我感觉咱只校友，大家关心学校将来的发展，这是无唔对。啊，是讲既然咱的创办人伫8月17。那来经过教育部，您正式甲恁纠正讲，创办人是多聪明啦、啊，所以这点咱爱正本清源啦、啊，正本清源。所以咱伫后来下一步骤，我是讲，那既然教育部啊认定讲创办人是多聪明，所以咱后来以前说。一寡无正确的，到底是校长用的，还是咱的院长用的，还是当时的下令的？一寡咱校遐创办人的，即个铜像啦、啊，还是讲画像啦、啊，哦，所以我讲，包括咱一寡学校的即个校史的记录，啊，校史馆，哎，各方面的网站。还是碑文内底有啥物所谓物件，我是感觉应该，咱从今以后爱正本清源，该创办人啥物人，我们要全部爱来改正，哦，以示正天啦。所以我讲，不，咱后来以前创办人起用，大概迄东西啥物人受益，咱是唔知啦。但是不管过去，从今以后。包括恁校院长来对会客室，是不是恁创办人陈建川的画像？我们要换掉杜聪明。包括呢，尊重铜像上面要纪念诶，这个铜像吼，我们正本清源要把咱创办人的辛苦，我们要缅怀先烈嘛吼。这全部爱该有讲，所以我希望咱。校友总会既然以前有决议嘛吼，啊，咱从今以后是不是询问哦校长、院长，哎，当时不管啦，反正以前的错误，我们今天全部要把它改正啦。
啊，今天我是讲，在台湾吼，咱的这几日拢大雨吼，啊，希望我们大家在风雨中会当生信心啦、啊，共同咱海内外的这个好友共同来努力啦。啊，最后我是讲希望咱的好歌内底有这个讲啊，高一的齐奋起吼，共同为咱高一来打拼哦。谢谢各位，啊，祝我咱。